接下来我先自己打一把节奏串。用谁给他搞，兄弟们？你们就说吧，咱用谁给他们干？我让你们看我怎么把对面灭蒙圈，兄弟们。说实话 ，PK 这一块我就没毛病。牵手之间，全国命人与多班不要了，来个神秘卡法奇，华特拉秘诀。我感觉查克拉应该放在名人这儿。嗯，这不是查克拉，啊，这是个萨克，啊，哦，在这儿呢，那个老表。又有个带什么鬼灯笼，试试吧，我也不知道鬼灯笼是什么。来，给他们整一把，先来牵手之间虐杀他们。哦，好，阿飞。中间那个女的为什么长得那么像钢手，兄弟们？谁知道？中间那个女的她是不是钢手的这个 A 不是 B 级或者 C 级？我感觉长得特别的像，我感觉长得特别的像。她跟钢手有什么关系？那这个完了，什么完了？我干她不是太简单了？她才中忍一阶，兄弟们，我都中忍二阶了，好吗？她是中忍一阶，我是中忍二阶，好吗？我虐她太轻松了，看好了吧。什么鬼呢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呀，我去你个老屌！这阿飞是什么鬼，兄弟们？哎呀，我去他个老屌！啊，我去，什么鬼？妈呀！阿飞其实带土哥之道，他是面具男，技能不一样啊！技能这什么鬼？我去，这根本打不着啊！兄弟们，这根本就打不着，咋回事儿？一直在天上飞，我去，也没有 BBQ 啊，怎么干？不是兄弟们，这怎么回事？他的技能怎么打？谁能告诉我？快点！怎么干？感谢正经的游戏迷刷的礼物，不要刷了啊！快乐阿飞不是，弄不到吧，哥们儿，啊啊，怎么就结束了呢？肥人强制掉线术，他掉线了，兄弟们！阿飞一技能攻击下蛋，瞄准点用小蓝，用插钱带气旋，不需要带什么气旋，莫凡他不是那玩小鸡子了吗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太简单了，强制掉线，肥人强制掉线术。啊，没意思。